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泽宇。接到通知，明天我就要飞往重庆了。然后我现在装一下我的行李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是两包衣服啊，平平无奇。然后这是这个帽子啊，这也是一件衣服。然后这个是因为啊，就是我也有两个多月没有去重庆了嘛，然后床单被褥肯定也落灰脏了，然后就带个干净点的过去。然后就是我的学习用品。就是这是我的学习车啊，没错，这是物理、英语、语文、化学、数学。然后哦，这是我刚开始刚学的东西。然后这是历史政治，对。然后再就是因为哈尔滨都在上网课嘛，然后所以说要带个电脑过去上网课。然后这是硬件设施，没错。然后还有它，就是我每次肯定要带的嘛，然后一会儿把它也塞进去。然后总体来说差不多就这样，然后我们重庆再见吧，拜拜。